大家都想看我打得很菜的对局啊，但有的时候真的不是因为菜就可以输掉游戏的，你只需要清楚那几波关键的团战应该怎么样去打就行了。这一把你们别看我拿了 MVP 啊，但是我这一局打的操作真的菜的要死。来带你们看一下我前期到底有多菜啊，这里我想抢河蟹，河蟹还没抢到，但这还行，然后我就给上路打信号，因为对面可能往上路走了嘛。这里我们先探一下中路的草啊，没人的话我们就得支援上去了。但是这里你们注意看啊，我的二技能到底有多菜，人格那么远，我的二技能就已经扔出去了，但是我一技能把对面两个人给打残了，然后队友接下去，这时候你可能会想回抬走对面两个，但你们看我的一闪直接空了一个寂寞，在前期我的心态都直接炸了。我们再来看第二波啊，这一波又是技能失误，这一把我技能放的是真的水，队友在下路被压了，所以我们选择下来支援，赵云是往下走的，所以这一波我们是可以打，赵云大到了，我直接开大加速上去，在这里你们看我的技能去打啥了，然后这里蒙亚一套输出上来直接给我抬走了，这一波我又直接裂开，开局0-2啊。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三波，这一波稍微好一点，但还是菜。现在我们的劣势已经非常大了，对面就直接越高地想过来推我们二塔。这里我想卡个位置看能不能打一波，但打不到，那我们就得绕回来。蒙亚直接越塔，不把我们当人看，这里直接打他一套。但是对面过来了，我们就得往回走。还好赵云支援上来把他给抬走了。然后这里我们先从边缘输出，一技能能打一下就打。但是我的伤害现在是极其刮痧啊，帽子还没有做出来。接下来才是最离谱的，我一闪已经打过几万次了，这一波居然一闪失误了，这一波真的是太难受了，没办法，只能先清下路的兵线，但这个位置已经给对面包了，我们只能先往回拉，张飞喷了，那我们就支援上去，这里我们二技能推一下，然后一技能扔出去，配合防御塔抬走对面的召回针，然后张飞这里是非常残血，一下子可以抬走，但是我一技能又空了，现在对面是完全可以走的，但他们应该是觉得我太菜了，可以把我抬走，然后就浪了一波，这一波就给了我一个机会，但我的技能还是一样的水，一个平 A 把刘备抬走，然后张飞的话我们是没有技能了，闪现也没有，那这一波的话就只能这样了，但这一波有一个好消息，我们的帽子做出来了，有了帽子就可以秒人了，俗话说事不过三，那接下来我们就应该调整心态，慢慢寻找机会。这一波的话就是第一个关键点，现在中路的兵线还没有到二塔，所以我们趁这个时间差把上路的兵线清掉之后再过去支援，现在正面的团战我们是绝对没有机会的，狄仁杰就直接给集火秒掉了，但这里暂停看啊，对面的大招基本上都给了，而且赵云的这一个位置他是可以直接从侧边切入的，那这一波团战我们必须上去接，这里我们保持安全距离给技能啊，扔完技能就往回拉，夏洛特直接大闪抬走刘备，我们接上去一个一技能把对面两个人刮成残血，然后正面的话现在就交给赵云就行了，等他收割，这里我想接上去啊，但是他已经抬走了，这里我已经是追不上金蝉的了，所以我就只能先去中路清线，然后赵云的话他就一个人闯进前面的草里，刚刚好发现金蝉直接抬走，现在对面是掉了四个人，然后龙王还刷了，现在要把握住机会啊，趁对面人少的时候直接把龙给开了，这一波召怀真很有可能会过来啊，所以我们现在旁边刚刚好可以帮打野打一下，也可以保一下他，然后中路的话现在是看到了他，他这里直接闪现把夏洛特捏了回来，然后我本来是想支援的，但是他开大招了，那这一波只能卖掉夏洛特了，因为召怀真他的大招伤害又高，技能范围还远，如果这里他大招给我，那我就失血，那就更没办法了，只能等他大招结束的时候直接闪现上去给他秒掉，对不起了夏洛特，刚刚我们是把龙给拿了，但是我们的劣势丝毫没有减少，这里对面是直接过去开暴君了，然后这个情况正面绝对是打不了的，因为这一波我们是完全没有视野的，如果过去的话真的是太被动了，但是这一波赵云居然直接选择大的上去，这一波团战you
By my appetite, don't leave me here.